大家好，我是歪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我的小包。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 Blanchaga 还有 Hello Kitty 联名的 Phone Holder， 所谓的手机包。它有三种颜色，它有黑色、白色还有粉红色。我挑的是黑色，因为呢它比较不容易脏，而且容易搭配。 Blanchaga 也很贴心，它也为这个小小的这个手机包附送了一个防尘袋。我们来看一下包的特色，它以白色的眼睛还有白色的鼻子来显示呢整个猫的形态，还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小耳朵在这里，还可以动的，还有这个非常明显的红色的蝴蝶结，在远处呢都能够看得到，非常的立体。猫咪怎么可能少了它的胡须呢？胡须在哪儿呢？在包的两侧，它以前面打三个洞，还有后面打三个洞，以类似携带的绳子前后的交替的打上两边的蝴蝶结。然后呢绳子方面呢它是以黑白交叉，所以非常的显眼，也非常的有特色。它的 logo 在哪里呢？ logo 就在这里，小小的英文字母 Blanchaga。 长肩带方面呢它是不能够取下来的，它是缝在包的两侧。只不过呢 Blanchaga 非常贴心的为这个袋子呢钉上了15个洞洞，所以以个人的身高来做调整，它可以斜背，也可以单肩背，都没问题。主要是呢它还有这样的小小的一个 handle， 我们有时候呢手拎呢都可以。不好意思，相机没电了，只好用手机来拍。这个包虽然小小的，不过呢高度也有7寸，宽度是5寸，还有厚度是2寸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包的内部，它有一个小纽扣在这边，类似磁铁的，所以可以防止我们的手机掉落或者是被偷。里面呢是帆布，然后是一个小洞，不过呢旁边这边呢它还设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口袋，可以塞我们的闪钱、零钱或者信用卡等等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测试，这个小包能够装得下什么？说是手机包呢，当然要装得下手机，我的是 Plus 手机。然后呢，这边有3张卡，我就塞在它的小口袋。湿纸巾，纸巾呢，可能就要稍微的对折一下。现在出门呢，少不了要干洗手。好啦。旁边这边呢还可以塞一个小口红或者是护唇膏等等的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出门啦。保养方面呢很简单，它虽然是 soft leather， 不过呢它有看得到吗，它有小颗粒，所以呢是略略的防刮，肮脏的时候呢用一个柔软的布抹一下就没问题了。它除了这一款联名款之外呢，它还有它自家的 shopping phone holder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他的网站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请麻烦点个赞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按起小铃铛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，拜拜。对不起哦，我的 Yuki 呢他肚子饿了，他说我要吃饭了。OK， 是我的小包。